哇，今天寒潮大降温，真的是超级超级冷。然后我们呢，今天下午就要走了。走之前呢，我打算再去吃一次糯米饭和洋芋粑。昨天正好看到糯米饭的陈姨妈，她热情地喊我们明天早上再去吃一次，她买单。走吧，我们打算中午和早上都在他们家解决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小蠢猫。哎呀，来吧，陈姨妈老字号糯米饭，还没买完啊，姨妈？哎呀，我们努力爬起来了。上次已经好多人问说位置在哪点？五大院。不是啊，阳光酒楼门口，你讲在阳光酒楼门口。从7点钟到8点半，一个半小时哈。哎，好的，要想吃只能早上来了。对，你要叫时间给人家听一下。好嘞，好嘛。我给你聊，辣椒多得好。疫情期间生意不好吗？生意好。好啊，我那外卖吧。外卖啊。人家借我们给我们借5块钱，人家给卖8块。啊。这个团哪个团的？哦，我们供应啊，就是供应到团购，我们完全不得到任务，完全不到，做不出来啊。好，你不要拿钱哦。已经拿完了。都拿八次够了。不行，下次。喵总的肚腩一下变大了，里面保存了4个糯米饭。已经3个月了。你说谎，3个月没那么大。我同学说，给我弄了几包。面粉要我在走之前来这里拿。娘娘，你好，你好，是不是有我的东西在这儿？好像没看到嘞。嘿，好像没看到嘞。哎呦，谢谢。哎，还好，不是特别重。我同学说，是五彩缤纷的面粉。哎，是送给我的吗？是送给我的吗？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危险。经历了一上午的疯狂采购，我已经很累了，但是可能会很长时间都回不来了，所以我们还是去吃个洋芋粑吧。啊，好冷啊！好冷。好了，就是这里。王幺娘老字号洋芋粑，这些都是在高德上面能搜到的。咦，哎，做完了吗？有位置吗？哎呦，今天是你自家在做啊？今天外面人坐满了，但是里面人好少。以前从来都不用按计算器嘞，都是吃好多马上就爆出来好钱。我炒个三丝嘛，三丝加一个香肠，看也用上现代化的工具了，对讲机。对讲机是好久用钱？有年半了，帮我们把它压开一下。哇哦！哎，可以。哇，好吧，这个口口是最好吃的。天天在这嫌弃的不要脸做洋芋粑，这就是我们王幺娘洋芋粑的一代目，这是王幺娘洋芋粑的二代目。他们两个坐在这位置，
就是不管你吃好多，心里面默默的就算好了，不管来好多人，他们都能立刻算出你能吃好钱，这是坐在这 C 位上的一个重要的技能。要有这个技能才能坐 C 位。对，我觉得最近你们生意好像不太好嘛。啊，来的比较晚。你看，咋都快12点了，好像没好多人，外面都没坐满。是因为冬天还是因为疫情啊？疫情也有。都有影响。那么你们现在这要一把几点钟可以卖完呢？也是一样的，要卖完了。你们一天做好多个要一把吗？三百多。三百多啊？卖到11点，卖到2点钟，300多个。好吗？还有大的其他的一起卖。我们的三丝儿也上了，三丝儿加。这啥香肠哈？香肠，哇，这个很好吃嘞！是土豆丝，还有2.8块丝和这个莲花白丝。嗯。没有臭豆腐好吃，但是还行。哎，你们家开了好多年了？他今年有三十一年了。我小学你就在摆了吗？对，肯定嘛。我觉得我是初中才开始在你家吃的啊。我在你家吃的时候，你家就已经摆在那个位置了。我告诉你说为啥子？啊。你小学的时候不准出来吃。初中我们会经常过来吃。初中有了金钱自主权了吗？没有。零花钱自主权。初中有朋友可以请我吃了。找到了有钱的朋友。就是今天早上给我拿面粉的那个。拜拜。最近我经常看到有朋友在问我们店名啊、地址啊什么的哈，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简介啊。我们吃的店名从现在开始我会把它放在简介里面，然后想要去的朋友大家可以自行在地图上搜索，我放的点都是确认过地图上可以搜索到的点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吧，谢谢大家，欢迎大家给我们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。拜拜。拜拜。